一般人一生会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，而且好的睡眠品质可以帮助身体机能良好运转。为了提供屯区民众好的睡眠品质，并看好这股商机，一家连锁床垫寝具插旗大礼，展示欧美各国与台湾自有床垫品牌，要让在地的朋友在过年前轻松换新床、新寝具，让寝具的空间焕然一新。请用钱。贵宾剪彩宣告连锁床垫寝具业者插旗大礼的门市开幕，也是业者在台中第三间门市，希望借由进驻屯区，带给民众更好的睡眠品质。台中的这个需求跟经济其实袂歹呢，所以吼后盖吼，咱当时定会使给评估一下吼，咱台中市吼有一挂所在，其实需求还蛮旺盛的，我欢迎吼咱共同吼来促进吼咱台中的经济。边啊，你看超商这些保养啦啊。对面阁有掠零的，啊，阁有病宜拢伫遮，啊，大家掠零掠掠的，拄好来遮看眠床，拄好啦吼。我们现在床垫是有独立筒已经进步到第六代的独立筒的那个弹簧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把科技带进了床垫，就是我们加了一个舒曼坡助眠系统，所以让你可以睡得更深层，然后深层时间拉长，可以减少你的睡眠时间，就不会再让你赖床，就真的让你睡饱睡好。寝具业者表示，一般人一生会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，良好的睡眠可以带给民众健康，因此门市不仅展示了欧美各国与台湾自有床垫品牌床垫，也整合助眠科技来延长民众深层睡眠的时间。我觉得非常舒服啊，非常舒服，就是可以很快就睡着的感觉。对，立马让你睡。所以家里还没有用这样的床垫是？没有这么高级。他们之后有想要买吗？非常想要。现在在开幕，我们有做全馆现在五折的活动。那大理地区呢，我们还可以另外再加码，有加购价，包括我们的床头啊，然后下垫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枕头都有特别的优惠。店内近百平空间宽敞舒适，开幕这天也规划饭店等级抗菌枕优惠特卖，抢攻春节商机，也期盼当民众最好的睡眠顾问。接下来，秋风台中场报道。